趴在那边。趴着的。对啊，跟那时候在那边的草屑一样趴在。那太平太角度太陡了，是在这个它的草里面吗？它是趴着吗？有啊。你有录影吗？有在录影。啊、哦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你有看到吗？就他们巢穴知道嘛，哈。哎，巢穴知道。巢穴，然后左边这边。那个中间有个大白点，中间有，然后中间有条直线的白点上去，哎、就是刚好插到它。哦，对对对。这真的是很难，这个角度很痒。有。我真的，你是你控的。D75，我你这个镜头呢？镜头328手动。哦，这个，那这样，那我加倍金加了三个，你加了三个，整个整个，哦，加三倍金，这还这么好吗？3020200跟 T76A，这效果还非常好，就是2倍2倍1.6倍，2880，2880mm等效，我现在调 F8 嘛，好像等效是12，F12。对，哎，这很清楚。对对对，你控的那个光线。但是现在光线老在那。不是，这个才好棒啊。还蛮有趣的一点，就是有时候你看他站在那边，对，不晓得在干嘛，其实他有在抓虫啊，拍摄在打便。那个更清楚，那边更清楚。那边的这边两只体力都很好，现在我刚刚那个角度是在那个夹缝之间，现在这个位置啊，这三头到在有三头左边下有个草是长，对对，然后在这里，然后一直在跟绳子上去左边一点。刚不是有一个叫声是它的叫声吗？还是青鸟？因为青鸟在那一侧会顶峰，在停车场没看到顶峰。哦，顶峰哪里？穴道那边去，一直没有回来。现在三只青鸟都在这附近。这只就好奇怪，这趴着飞累了在休息、啊。我看它喘得很厉害，真的可能在休息。对。今年比较精彩，今年三只比较精彩。哦，是啊，去年两只。嗯，对啊。我也是今年第一次来。去年就有来。而且天气没有这么好。哦，飞走了。